技巨星 ，featuring 将来的 potential 天后，潜力新秀，也是我们的女王小天后徐老三。哎，徐老三练他快摆 pose 了吧？好会哦！来，左手边，我们先看一下现场的摄影镜头。正前方中间看一下下，好哦，有人在召唤你们的名字，这边好，然后呢最右边麻烦哦，今天真的是国际巨星现身，果然不一样，镁光灯此起彼落，闪闪发亮。好，哪边需要再补一下画面的？正前方哦 ，OK OK， 嗓门还是很大，果然哦，有事益生菌有差啦。肠道都干净了，嗓门自然也就干净了。好 ，OK 吗？好，啊、右手边再补一下，麻烦两位。徐老师感觉好开心哦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拍广告，第一次当代言人哎，希望能够能帮我们这个产品哦 ，News 有事益生菌的再创下非常犀利的好成绩。”大家好，我是国际巨星小艾。两个人呢，这次帮这个 News 纽斯益生菌拍广告，有没有什么触鼻的事情、搞笑的事情？因为他毕竟才10岁，然后第一次拍广告，没错，我就会替他担心。然后那时候一拿到脚本的时候，我就很想要跟他分享，就说：“哎，你可以怎么演怎么演。”指导一下。所以我就拿脚本拿给他之后，然后正准备要讲的时候，发现就又有余光发现他已经在看脚本，然后这样，哇，就是他已经自己看了脚本，然后我就要跟他讲说。宝贝，你这边这样，对，就是说我自己看的好，不用你来。对，然后我们当时拍摄当天呢，他就是每一个表情什么的，几乎就是一次 OK。哇塞！然后我的化妆师还跑来跟我讲说，哎，你等他演戏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太用力，因为你女儿是浑然天成，你如果太用力的话，会很像宫廷剧。哦，你说这个演的太夸张。所以他就是完全是浑然天成，真的吸睛哎，哎，所以 S， 我们真的感觉到那种无家有女初长成，你现在新妈了哎，也，我也没想到会走上这条路，是啊，没有想到哎，所以哎，许美女，请问一下哦，第一次跟妈妈，对对对，妈妈近一点，第一次跟妈妈一起工作，觉得好不好玩？很好玩，很好玩吗？那那一天拍摄是你 NG 比较多次，还是妈妈 NG 比较多次？ NG 差不多吧。哎呦，你很少 NG 啊！对啊，导演都说你表情很棒啊。嗯，很好笑。很好笑哦！所以那天工作的气氛你觉得很棒，很好玩，你很享受。那些场景都很好看。哦，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现场那个广告的场景都觉得很漂亮。对，我觉得完全是为你们量身打造的耶。所以我要问一下，许美女。你真的觉得自己以后有可能会比妈妈国际巨星还要红吗？现在已经了啦。哦，现在没有哦，你有别记得帅大你吗？帅我没？不要太自恋。哦，喂，哇 ，S， 这个女人不简单哦。我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我常跟她对话，我真的是无，就是你知道，讲不出话来。对，竟然，平常我们都是这样子，我们都是辩才无碍。当然啦、啊，还碰到女儿这样无敌去，竟然我主持人呢、欸？你终于听我了，她才10岁耶、欸。对啊，我们竟然管不了嘴。哎、欸，朋友们，你们自己说，是不是因为我红的关系，你们才顺便来拍她？啊，是这样子吗，板妹？是。是耶。但是我们这个徐老三真的觉得自己很有天后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天后的气场，那种明星的感觉，真的是天生的。对，对啊，所以你会紧张吗？还好，还好，我今天也不紧张哦。今天很多媒体，你都不紧张吗？这我都看不到，还是很暗。哦，所以说你看得到他们的话，你就会紧张，比较紧张。哦，比较会比较紧张一点。紧张的话会怎么样？可能就像弟弟那样。你说像以前那样一直捂嘴巴吗？傻笑这样子，哎，但 S 看到这个女儿这样子啊，会觉得其实蛮骄傲的，因为她真的活脱脱就是你的模子哎，是吗？真的，遇到古灵精怪的感觉，完全一模一样。可是我在她10岁的时候，真的非常的乖巧，就是非常非常怕我妈，
尊敬我妈，是到长大之后主持节目才对，你知道那个外放像他这样子，比如他十岁就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，真的吗？那你觉得你的这个厉害的气场，你知道强大的气场，天后的感觉是不是来自于我吗？是啊，是遗传到妈妈吗？还是你学他？你学我的吗？哦，那你还不承认，所以你就根本就很崇拜我吧？没有。哎，那你又说学我，又不崇拜我，那你不是很矛盾吗？学你只是没有崇拜。哦，那你崇拜谁？Blackpink。我就知道是 Blackpink。Blackpink 是不是？我绝对要过来买他们的票。明年要来，明年要来，那你赶快跟妈妈培养好关系啦。明年 Blackpink 我们就一起去看，好不好？他说我一定要去，而且连他们新歌都已经练好了，那个舞步。哪有啊？不会。你练好了吗？你是怕我叫你跳？对呀，是不是？我会叫你跳，只是说他真的就是都有在准备好。对。OK， 有备而来。但是我觉得，小 S。当妈妈真的不简单，很像柯南办案的，真的。就除了关心女儿们的可能是包包都要课业啊，然后日常生活也要照顾到，尤其是健康。嗯，没错，是所有父母最担心的事情。是，对。说可能饮食食欲比较差的时候，对，有时候比如说他很爱吃我做的饭，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就吃两口就不吃，我就想说，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就说，哦，就是没有食欲啊，或什么的。我就想说不行，因为那个肠道一定要顾好，不然小孩子营养不足的话，长不高什么的。对啊，很担心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又是天后级的人物，所以我必须要找到天后级的产品，没错，配得上他。是，所以找了半天就是 Muse 益生菌。哦，所以果然呢，必须要有这样子才可以相得益彰。对，赞赞赞！但是你们很好奇说，为什么这次这个天后版妹会找你们两个来担任 Muse 纽斯益生菌代言人？因为我想，他觉得演艺圈应该。我们两个之外，没有人可以以天后的身份代言的产品吧？哦，一个是真天后，一个是自称的天后。天后应该是你吧？哦，我是真的天后啦。我觉得请问大家是吗？是吗？认同小 S 是天后的人，请掌声鼓励一下。哦，妈妈是真的天后。啊，觉得她是天后的那个，鼓掌一下。有这个妈妈这样子哦，师父领进门，相信徐老三的修行，这个心徒哦，已经有人开很好的开始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教不了他太多东西了，因为他懂得比我还多。真的耶，现在小朋友很厉害的。对，什么三 C 啊，什么现在流行的网歌手啊，什么之类的，最新的潮流啊。他说你真的很过时耶。对，他就会一直嫌弃我，没有变过就对了，没有。跟上时代，但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接下来我们在台上要缔造一个三个天后的同台画面 ，OK？ 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我们这个品牌的创办人，欢迎我们的天后版妹，将来的潜力天后，可爱的徐老三先，右手边当然就是我们这个直播界的天后，也是我们这个品牌的创办人版妹，来，我们三位师姐一起，我们先从右手。等一下，在台上就要来亲自揭晓有眼光的天后版妹，究竟透过什么样的过程促成了这次合作的机缘？正前方三位看一下下。而且，我们这个徐老三真的是出生之犊不畏虎，非常具有大将之风哦。正前方，然后呢，左手边麻烦三位看一下下。开心，哎呦，我觉得 S 真的很棒啊。教小孩看如此落落大方，而且真的超可爱的 ，OK 吗？好，我们这边的来帮我们是代言人在旁边呢，要好好的说话哈。为什么想要找小 S 跟女儿来担任品牌的代言人？其实是无意间我偷偷听到，哎呦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上过 S 姐的节目，刚上了一次，因为第一次很紧张，我也不太敢跟 S 姐装熟，所以我就在旁边一直听 S 姐在跟别人聊天，然后听到 S 姐在讲说什么。徐老三啊，就吃饭方面啊，他真的是很头痛啊，很难搞，然后什么什么的。然后我有听到 S 姐本身好像有个吃益生菌的习惯，但是又不敢说，就是旁边说 S 姐，我有益生菌，然后会给你。我就想说，我怕 S 姐会觉得我很唐突。然后后来又听到人家说我身上
多关心你呀、啊！真的，妈妈就会一直跟其他艺人讨论说啊，老三他们吃东西就一定要我煮啊，又不外送啊，然后吃东西怎么样，就很注重养生，对，啊，注重健康。还有听爸爸说，为什么没有听小吃月光煮？为什么？所以我就一直想说，我一定要找到好的产品让他吃。是，然后我们就哎、欸，就提供了一份那个纽西兰让 S 姐就送 S 姐哦，然后就 S 姐反馈是说，哇 ，S 姐很喜欢，老三更喜欢啊，对，而且他也有口味，小朋友就喜欢吃的，对，然后它的包装又很小，所以很好期待，嗯，对，所以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默契，一样的机制，促成了你们的合作，对，让他吃到那个益生菌，吃了之后身体很健康，是。自动自发的会走到那边去，然后就挑高高对，然后因为他学的益生菌是找他代言的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他就是会很神气的跟他姐说：“哎，Lily，有三种口味，你们一人拿一包。”会分配，而且是说一人拿一包，我一人只能拿一包。哦，所以 S， 你自己这个吃这个六十九式益生菌的过程中，真的感受到了身体的一些改变。其实我相信现场应该有很多，不管男生或者女生，都会有肠道不舒服、胀气，或者可能是便秘的问题。没错，可是吃完之后，真的就是我现在每天都非常的顺畅，而且都是 very beautiful 的形状，软硬适中这样子。对，你就很想要拍照，想要上传 IG， 对，不是又不知道要传给谁，反正就是真的是改善非常多。所以呢，这个大人这边有这个亲身的证言，得到很好的改善，肠道很健康。那我问一下小朋友代表，我觉得很好吃，然后我最喜欢口味是葡萄，因为它甜甜的。对，哦，甜甜的哦。啊，多多跟草莓呢，都很好吃，都很好吃哦，因为都是你代言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今天又可以拿一些回去，你要不要多分一点给姐姐？好啊。那 Abby 跟 Vivi 一人可以拿几包今天？都可以。哦。哦、oh, ，好东西，所以你要跟姐姐确认哈 ，OK， 愿意了啦，从一包变成十包，一人每天，他每天吃都可以，自动的，每天吃都可以，好 ，OK， 很大方，很大方，教得很好啦。那我这边要偷偷问一下那个徐老三，你知道哦，旁边那个天后板娘哦，她是半年内卖了10万盒哦，然后呢，从上市到现在可能是好几百万盒哦。那现在你跟妈妈是代言人，你要不要许下一个心愿？你想要卖多少？找业绩代言人哎、欸，一个月卖几盒？半年10万盒啊，半年三年的嘛，好几两百万吧，两三百万盒，半年10万盒，对，宝贝来，快点来，快点，什么算什么数字？半年要几盒？要公布了吗？他说半年无限盒，哇，就是没有上限就对了，就是卖到你连出货都来不及，哦，是不是徐老师这边福气？对。赞赞赞！所以呢，希望这个徐老三金口一开，我们就卖破无限盒，年底我们就来办庆功宴，真的，请大家去欧洲玩，好不好？哎，这，信口开河的口气，我想说帮大家争取一下嘛，对不对？没问题。你想去吧，徐老三。他一天到晚跟我讨论说，为什么每次都去亚洲？我也想要去欧洲看看。我想说，你前后年纪去什么欧洲啊？结果还真的被你说中了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？哎，欧洲，欧洲的英国吗？你是不是也是很喜欢英国？哦，欢迎欢迎，英国很美，英国很美。好，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，护照先准备好哦。好 ，OK。那台上呢，我们这个呢，很开心的跟这个三位天后分享完他们这个服用 News 有四益生菌的这个好处，以及大力跟大家推荐之后呢，我们台上做一个启动仪式。OK， 好，那。
极力的祝福的话？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就是我使用了定期力生命之后，我整个人 every day 起床都是神清气爽的，是因为该排的脏东西全部都排出来了，所以你们没发现我最近越来越漂亮？有容光焕发。你们去发了我的小姐不稀奇，就会发现怎么一起漂亮。要虚。然后我刚才在那个化妆间的时候，在化妆，然后看照镜子想说，哎呀，怎么会漂亮成这样啊？我觉得是因为我每天使用益生菌，然后真的是颜值天花板啦。体内脏东西一排掉，你整个人就是会神清气爽，体内环保。对，所以真的六七益生菌诚心的推荐给大家。宝贝，换你了。小孩子你可以不用这么。就是客套。就是他吃了那个益生菌，有增强体力，然后呢，顺畅也变得比较好。对，顺畅，每天都有噗噗吗？噗噗的形状好不好看？很好看。所以也希望呢，透过这个两位的合力代言，能够让我们这个品牌销售真的没有极限。希望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去欧洲，好不好？对呀、啊。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天空板娘。谢谢。